你也没过门呢，这我们关家的事儿，你凭什么插手啊你？就凭我是你姐的男朋友，是她未来的老公。找茬是吧？哎，你能不能这动手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别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你姐已经答应了我，全都听见了。你干嘛非得今天要办呢？是啊，爸妈，你们偏心眼是吧？自从有了她，你们就开始向着关雨晴。哎，你们考虑过自己儿子吗？ 啊！哎，我不明白这儿子跟女婿到底谁是亲生的呀？啊，爸，你不爱我了吗？我们怎么会不爱你呢？啊，你说的什么傻话呀？行了行了，啊，走走走走走，行了，回家。说。哎呦喂，你看见那孙子了？行，你帮我盯着，我先马上过来。关雨晴，明天啊，就明天，你要再办不成，我跟你没完。哎。 宝，这都是你惯的，走啦，回家休息了。来，别理他。走吧，走吧，回去休息。真是。对，先回去。哎，你这衣服装够了吗？不用带那么多，也不用天天换衣服。哎，嗯，你带驱蚊水了没？我飞过南非，那儿蚊虫特别多。你不说我还给忘了。 什么东西啊？这个不能看。好啊，你现在有秘密了。我不光有秘密，我从头到脚都很神秘。我叫，等我回来给你看。好吧。你到了那边以后，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听说那儿信号不好，不能每天听到你的声音了。 不管，反正有信号你就给我发信息。嗯。哎呀，以前我们还是云伴侣，现在连云伴侣都做不了。等我回来，我们就再也不做云伴侣了，天天让你腻在我身上。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要不然我飞过去把你揪回来。遵命，关机长。 我不再是孤独的远行，独自重新。幸好有你倾听梦想的回忆，烦恼甜蜜收到默契的回忆，心动的点滴，启程在。 只是还没有资格任性复挥霍，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撑着。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你回望到璀璨，我想一生慢慢。 我就不信你不回来，这让我蹲鸟了。
那骗子！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爸？我跟你说啊，你的事儿啊，你根本瞒不住我。我告诉你，你爸的眼睛那就是照妖镜。这是不是那个大致的公司？啊，爸，你没事吧？他那钱是不是出事了？我上个厕所，回来！我憋不住，尿裤子里！你就别瞒我了，我给你那个私房钱。 他是不是没了？爸，你都从哪儿听说的？是没有？不是，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就说是还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爸难的是经过风浪的人，这个事儿啊，我挺得住。你告诉我，你鞋的钱可能真受不回来了，真的？对不住了。爸，你不是经得住风浪吗？爸，哎呦！ 爸，爸，老李，爸，你要是能听到我说话，你就点点头吧。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老李在这是招惹谁了？医生，我爸怎么样？情况不太好，如果持续醒不过来的话，会造成偏瘫，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这么严重吗？先留院观察几天吧。啊，妈，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温振雷呢？ 叫来，我要问问他，你爸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他还在楼下缴费呢。去叫他！好，好妈，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去叫他。 你把贝贝给你买的车，还有老李的私房钱，全都弄没了。主要前期收益特别好，真特别好，后期就追加了一点。我也没想到爸攒私房钱能攒这么多呀。怎么着？你被人骗了，还嫌你老丈人钱多？你以为你是谁呀？一天到晚就挣个盒饭的钱，你还玩投资？ 振雷，你答应过我，你说你会好好开车，你也说过你不会再去想那些要挣大钱的美梦了。你自己算算，前前后后你已经赔进去两辆车了，你现在把爸爸的钱也赔进去，你到底想怎么样？贝贝，我这不是也是想能给家里多挣点是点。光开车，我这能挣多少？ 李贝，你好好看看，这就是你当初偷了户口本也要嫁的男人，他就这德行！是，这就是我要找的男人，是我瞎了眼，行了吧？你还跟我吼！妈，咱不吵了，爸妈，这事怪我啊，是我的错，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不对。妈，但是说白了，我这出发点不也是为了咱们家吗？妈，我知道，爸弄成现在这样，你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我这确实是真心办坏事儿。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你的好心我们李家承受不起，收回去。妈，我错了还不行吗？妈，你别，贝贝，你帮我劝劝吧好吗？你走。贝贝，你给我走！我不想看到你走啊！贝贝，不想看到你走啊！贝贝，我错了啊，我刚刚是没说好，我你把门开开，我重新说一遍行吗？贝贝啊，贝贝，哎呀，贝贝，没门儿！ 告诉你，老李要是醒不过来，我跟你没完！滚蛋！妈，你别激动了，我错了。贝贝，你把门开开吧。你别说话，我不想见到你走啊！哎呀，贝贝，我，你把门不开开。行了，请您保持安静，这里是医院。
我怎么安静啊？这火烧眉毛了都。这样会影响里面人休息的。这个月的业绩报告你看过了吗？看过了。抱歉啊，江总。公司有了新的规定，当月的指标完不成，会累加到下个月的指标当中去。如果你一直完不成的话 ，KPI 的指标就会越来越大，以后的奖金问题，你想都不要想。啊？哎呦，这个规定未免太严苛了吧？你想，我们平时的这个基本工资就很低，这都指着奖金呢。而且，您也知道，这培养一个成熟的客户，要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像我有的客户，都维系了四五年才能开始跟人家做生意，对吧？你都知道客户资源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当初你还要让蓝翘去跟进呢？现在出了这个事情，你当然要承担后果。是。我犯的错误，我肯定要负责任。但是公司也不能揪着这一件事，就把我赶尽杀绝，不是？这毕竟之前我也是替公司接过很多大单的，对吧？对呀，公司也是根据那个奖励制度，给了你相应的绩效奖金。像这样的奖罚分明，还有什么问题吗？徐阿姨，雨晴啊，我妈做了一些饭菜，让我给您送过来。哦，请我吧。好嘞。色这么差呀？你是哪儿不舒服吗？没有，都挺舒服的。啊，你不用担心啊。啊，你看，这都是我妈做的，这道菜是我炒的。我陪您一起吃好不好，阿姨？我妈的手艺可好了。哎，放这儿啊，我现在还不想吃呢。回去给我谢谢你妈妈哈。我得去给清风打扫一下房间啊，阿姨，打扫房间啊。哎，老陈，我马上到，你一定稳住周总啊！今天这单咱必须拿下，啊，好嘞。啊，好好好。哎，安老师，您好，我方便您说，
哦，参加参加，肯定参加。对啊，不是那个多少钱？啊，5万呢？五万行行，没问题，5万就5万，我尽快交。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哎拜拜。那个，信贷部的张经理吗？哎，我志军啊，哎，我跟你说一下，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房屋抵押贷款的事儿啊。好嘞，好嘞。杜英姐，我给你推荐的那个新媒体公司，你觉得怎么样？嗯，公司挺好的，就是我的水平太差，一篇稿子毙掉了20来回。你别光挑不好的说呀。我那哥们小万可是说了，这事儿要是让别人干，可真的干不下去。而你却不一样，你在一遍遍的改，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就按照这股韧劲干下去，未来可期。改了那么多次，我还是不得要领。最近我经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其实你的文章我有看过，我觉得还挺好的。别安慰我了。我没有在安慰你，多英姐，我说的是大实话。你想想啊，现在的订阅号文章大部分都是一些鸡汤文，他们的门槛非常低，都是拿一些金句拼凑在一块儿，他们有的只是拼凑，没有任何情感。而你却不一样，虽然你的文章平实了一些，但确实是由心出发的。可是点击量少得可怜。嗯，那我给你详细说一说吧。哎，等一下。我录一下，来，雨晴啊，我今天找你过来，我就是想问问清风现在怎么样了。他已经在救援医院安顿下来了，一切都挺顺利的，不过通讯不太好，反正我们联系的也是断断续续的。他让我转告您，谢谢您的安排。哎呀，顺利就好，顺利就好啊。那天清风跑过来跟我说要去非洲当志愿者，把我吓了一跳啊！不过我能理解他，他不想耽误大好时光，他更不愿意把他学到的一身医术没有地方施展了。我太明白他的想法了，所以我愿意帮他。他不愿意停下治病救人的那双手，我也愿意支持他。那天清风就跟我说过，你肯定会支持他。不错呀。你们两个真是心意相通啊。高院长，其实我今天来我也想问问关于蓝翘翘的事儿。目前调查组还推翻不了蓝翘翘的说法啊。之前我让清风过来看了一段监控视频，我们发现在手术的前一天，蓝翘翘给他爸爸喂了一些汤水，后来清风就跟我说要去找蓝翘翘问问清楚，之后就再没有提过。他跟你提没提过？没有啊，他什么都没说。啊，手术之前患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医生都会仔细叮嘱，一般来讲患者和家属也都会严格执行。蓝翘翘那天到底给他爸爸喂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跟医疗事件会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高院长，您能把那天的详细情况跟我再说一遍吗？好，这个雨晴，洗手吃饭了啊！来了，做的什么呀？这么香，冬瓜排骨海带汤，清火清热，好吧？我觉得清风他妈那种煲汤方法也是有问题的，这药汤喝多了，身体不仅受不了，还会流鼻血，是吗？啊？蓝翘翘，你来干什么？徐清风是不是来找过你啊？
他找你也找，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别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烦我呀。你们聊什么了？你是他女朋友，应该去问他。他什么都没说。那你这醋可吃的有点太远了。他来问我给我爸喝的什么汤，莫名其妙。他要是想推卸责任，应该找个更好的借口。手术前你给你爸喝的汤，你加了这些中药材吗？我给我爸煲汤进补有什么错？关雨晴，现在是徐清风欠我爸一条命，你们就好好想想怎么给我爸偿命吧，少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知不知道，患者在手术前是要遵照医嘱，不能随便进补的，尤其是肿瘤手术。开飞机你懂行，但这草药你未必懂得。我们村常年收草药。好，今天我就跟你说道说道。我这个汤里有人参、当归、三七，人参补脾益肺，当归补血益血，三七活血化瘀，有什么问题？整个手术过程都有录像，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出错。当肿瘤成功剥离以后，反而大出血。我不知道跟你这碗汤有没有关系，但是你刚才说了，三七是活血化瘀的，那术前能喝吗？别想诓我，你就是想说是我害死的我爸呗。我告诉你，就是徐清风本人站在这儿，他都不敢这么说。害死我爸的人就是他。跟这碗汤没关系，请你出去，否则我连你一起也不会放过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他那么大老远跑过来，原本专程要问你汤的事情，后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他是怕你痛苦和自责。蓝俏俏，你比谁都清楚，你爸爸的病，多少医院不敢接受，包括燕西，有多少人在反对。他顶住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为你爸爸做手术。他就是觉得，只要他还有一线活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对不对？来到你家以后，连我都猜到了大出血的原因。我相信，我相信清风他不可能不知道的。他宁愿忍住你对他职业生涯造成的伤害，宁可冒着他医生执照被吊销的风险，他也不愿意说出这一切。就是怕你承受不了。如果你崩溃了，你的奶奶谁来照顾？她这么善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我不信，我不信。你走。走啊！乔乔，从头到尾，清风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你家人、对不起你的事情。保重。
那您的意思是蓝俏俏主动联系的医院？嗯，蓝俏俏承认了，自己相信偏方，为了给他爸爸提高体力，在手术的前一天，蓝俏俏给蓝栓入喂了一大碗三七人参汤啊。经过医院的调查证实，的确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造成了术中大出血啊。不管怎么样，幸好是他说出了真相。法医的鉴定报告也出来了，各科室的手术过程都没有任何问题，麻醉的剂量也合乎常规，所以说蓝栓柱的手术事故跟我们医院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那清风呢？清风洗清冤屈了，院领导开会已经决定了撤销对清风停职的处理，恢复门诊和手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雨晴啊，你去找过蓝俏俏对吧？嗯，那天跟您聊完之后，我就特别好奇清风到底跟蓝俏俏说了什么，我就去找蓝俏俏，才发现了这个三七人参汤的事儿。雨晴啊，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说服，清风不可能沉冤得雪的。其实我觉得该感谢的人不是我，是清风自己。啊，对了，我一得到清风复职的消息，第一时间我就要打电话通知他，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他呀。他现在什么情况啊？我们最近联系的也是断断续续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告诉他。嗯，还有啊，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秀兰阿姨。当然了，我一会儿就去她家里找她，她一定会很高兴的。雨晴啊，你真是个好姑娘啊！清风出事以后，你一直都支持她，能够遇见你，是清风的幸运呢。我觉得我能遇见她，也是我的幸运。老徐，我们家雨晴刚才跟您说那事儿，您听明白了吗？嗯，听明白了。哦，清风没事儿了，要回来上班，他的事儿终于了结了。对呀，那您看，您干嘛还蔫头耷脑的呀？他没事儿，不表明我没事儿，我是大错特错的。阿姨，嗯，刚才都说了，清风没事儿了，咱这事儿就翻篇好吗？不想了，好不好？我这篇儿翻不过去。这咋还翻不过去了？大碉堡，我是突突突啊！大碉堡，平时都是我跟您突突，您当一回机关枪，您突突我一回啊！您让我也尝尝突突的滋味。不是你，大碉，就说你会不会劝人啊？阿姨，你别理我爸哈。这样，我带你出去走走，咱们逛逛大商场，带你吃点好吃的，买点新衣服，咱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清风回来，好不好？对。走吧。我不去，我没资格。这我不配。不，阿姨，那个。我不配，别，大错特错，我罪不可赦。大碉堡多要面子一人呢，看来还真得给点时间才能缓过来呢。那这怎么办啊？哎，对了，你给那个清风打电话了没有啊？一直都联系不上。接着打，再打，再打。
还是联系不上。哎呦喂！爸，联系不上清风这事儿，你千万别让徐阿姨知道，不然她更上火。放心吧，我心里有数。Orlando's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His heart rate is slower than usual. If he doesn't get injection therapy ASAP, he's gonna be in danger. But all the drugs are used up. The signal is bad too. The supplies only come in next week. We don't even have antibiotics left in storage. We can't wait any longer. I'm taking him to the city hospital. You'll cross the Kalahari Desert to get to the city. I think we should wait.Give me the car key, please. Thank you. Orlando, wake up. Orlando. Why are we still here? Don't worry. The sandstorm has passed by. They will come to save us soon. Will we die? I want to see my parents right now. No. Trust me. We will be saved. Do you want to be a...Warrior, let's take today as a test to be a little warrior. Come on, Orlando. We have to leave here before sunset. If not, we will be in trouble. I'm gonna to see if someone can help us.
do? I'm thirsty. Are you a little bit better? I'm still thirsty. I want some more. Okay, have another sip. Alando, we don't know how long it will take for us to be saved. It's treasures. All right, please be patient. Aren't you thirsty? I'm an adult. I'm fine. Lando, come on. Let's go. Lando, it's getting dark. We can't move on anymore. We need to get back into the car now. Yes, I am. What happened? I have an unfortunate news for you. Yesterday, Dr. Zhu met with a sandstorm in the desert when he was sending a patient to the hospital in town. Now both Dr. Zhu and his patient have lost contact, and they're nowhere to be found. Has a rescue team been sent out? Yes, we did. The rescue team has been searching for an entire day, but because of the sandstorm, the desert terrain has changed, causing great difficulty for the rescue. There's no news as of now, which is why we have to inform his emergency contact according to our policy. But rest assured, we'll do our best in finding Dr. Zhu. Okay. Thank you.突然想起来去找清风啊，你不是联系不上他吗？就因为联系不上才去找他呀，那总比在这干等着等信号强啊。可是你人生地不熟，还一个人走，妈可不放心呀。嗯。哎呀，妈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忘了我之前在那儿还工作过两年呢，熟着呢啊。真不会有问题啊？不会有事儿的。那清风在那儿有那么多国际友人帮助，能有什么事儿啊？真不行的话，那还是得找中国大使馆。你说的对。哎，那你衣服得多带点儿，万一变天什么的。嗯，知道了知道了。妈，你这药都过期了哈，平时检查着点儿。嗨，你爸这不是老有病，给他备着吗？那行，我扔我扔。嗯，行了，爸妈你们就别操心我了。其实我这次也是想把复制函给他带过去，给他一个惊喜。哦，对对对对。那好。那好，那行，走吧。你回头早点睡啊。嗯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牵你的手，看一场电影。
city is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camp. There are two routes, and the distance is 287 kilometers. The rescue team has been searching for 3 days, but there's no sign of Dr. Zhu. Did they bring any supplies? Only a few bottles of water and some food. In this desert climate, they will at most last for 72 hours. We'll figure something out. No, I have to go find him. How do you plan to do that? It's a desert. Thank you, Jasmine. Hi, Wilson, it's me. I need your help. Rescue team will definitely find us. The desert is so large. If they can't find us, what will we do?想起你天空中明亮晴朗的